无论置身冰川、雪山还是云海，你都能通过 HDR 视频功能记录更多高光及暗部细节。点击左下角模式切换按钮，左滑选择 HDR 视频。你也可以通过 QS 按键来快速选择所需模式，进入分辨率和帧率设置界面。设置完成后即可开始拍摄。感谢您的观看。